经数十年的卧薪尝胆，我国自主品牌的汽车生产厂商终于迎来了硕果累累。奇瑞瑞虎系列出口到全球，吉利博瑞成为外国阅兵车，比亚迪新能源车全球销量名列榜首等等，他们走红世界完全是凭借自身刻苦努力和国家的大力扶持。在这些国产品牌中，有一款品牌不同于其他品牌，竟然是依靠山寨而崛起，没错，它就是众泰。最近传闻众泰即将更换上档次的新车标，这可谓要做到山寨中的极品，要火的前奏啊。众泰是一家成立于2003年的民营企业，以汽车整车及发动机、模具、钣金件、变速器等汽车关键零部件为核心业务，主要生产轿车、SUV、MPV 和新能源汽车等主流车款。现有员工6000多人，众泰汽车的销量在2016年和2017年连续2年突破30万大关，可见其发展势头之猛。回首众泰的成功秘诀，其最大特点就是模仿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山寨。其山寨程度如何，一模一样。比如众泰 SR9， 大多数车友看到它都以为是保时捷卡宴。最后由于众泰的 Z 型车标太过于醒目，人们才知道还有一个众泰汽车呀。不过以 Z 型作为众泰的车标也真的是名副其实，众泰名字的首字母就是 Z。虽然众泰的山寨技术水平的确是高，但同时人们对众泰的印象始终难以脱离无创新和廉价。今天众泰凭借其山寨能力赚得盆满钵满以后，终于开始想到如何进行自主原创。那么其着眼点首先就是车标改名，众泰发布的新车标是一个盾形，其中间是英文字母 V， 外围以金属质感的边框，看上去比之前的 Z 字标高端，非常上档次。不过小编认为当今车市竞争异常激烈，以质取胜才是上策，希望众泰更换车标是其质量取胜的第一步，未来能严控汽车质量，改变之前走的仿造之路的低端印象。众泰要火从车标开始。